အားလုံးမင်္ဂလာပါဟိုအပြည့်အပြည့်သတင်းကိုနားထောင်ပြီးတော့အာမြန်မာစကားသင်ကြရအောင်就是说听时事新闻အပြည့်အပြည့်时事啊新闻သတင်းနားထောင်ပြီးမြန်မာစကားသင်ကြရအောင်就是听了之后来学缅甸语好比如说听我讲一两句啊ရန်ကုန်တိုင်းဒေသကြီးမန်ရန်ကုန်မြို့နယ်ရှိ break bar ကိုရဲတပ်ဖွဲ့ကအော်တိုဘာလ9ရက်နေ့ည7နာရီ45မိနစ်ခန့်ကဝင်ရောက်စစ်ဆေးရာလူ900ခန့်ဖမ်းဆီးခံရကြောင်းရန်ကုန်တိုင်းဒေသကြီးရဲတပ်ဖွဲ့မှရဲအရာရှိတဦးကပြောကြားသည်好那这一句我们来解释一下哦他就是说什么呢燕公丹地大吉燕公阳光丹地大吉其实就是省的一种称呼就说丹地大吉美燕公谬内那谬内是镇区在这个美燕公这个镇区里面 Brick Bar 就是一家酒吧当然他名字是英文名字啊耶德佩嘎警方啊警方在奥多巴拉就是十月份那因为正式的这种播报新闻的话通常都会用这种奥多巴 November December 这样英语的名字来讲那我们写的时候就用缅式来写的哦困了夜啊就是七号亚瑟的那一就是晚间晚上十一点离镇阿米内看离镇阿米内四十五分钟看就是大概大约这样的意思我也要试试呀我也要就是进入嘛然后试试就是检查好进入检查后路那亚看大概两百个左右你看看又来一个就是大概检查后路那亚看大概两百个左右你看看又来一个就是大概大约有两百个左右潘西看亚脚潘西就是被抓了被逮捕了这样的意思燕公乃地大吉耶的配就是仰光省的警方啊省的警方耶亚西的屋就是一位啊相关的负责人耶亚西亚西这个词我们在好多场合都可以用就是负责人嘛啊或者是高官我们也可以说是亚西比如说公民亚西就是他是一个公司的高管这样子亚西啊的乌嘎比欧加迪啊他有说有就是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嘛这样子好这是第一段哦等一下我们把单词另外拿出来几个再解释一下好第二段也就是两小段啊说吧潘西看亚杜米亚国暴骂电视视片啊木片也有上月短米户送咱地西亚巴迪啊说吧对于那些啊说吧就是那些啊潘西坎亚杜被抓捕的这些人啊暴骂的是血片啊暴骂这个词我们一定要学会它就是条款条例的意思用188这个条例然后呢啊木配啊就是立案了啊然后呢就是啊被那个起诉了这样的意思叫做啊木配啊比如说啊木配来比他已经去起诉了我们叫啊木配啊木就是一些案那个发生的一些案件这个叫啊木就是这个是名词现在是啊木配啊也有就是已经去那个啊起诉了啊也有也是起诉这样的意思啊木片也有通常都会连起来讲啊滴落漏了信啊那个也有了要的喏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可以告你我可以起诉你这样的意思就说啊也有啊啊也有多米湖宋山地西亚的宋山就是调查根据调查所知对于这两百个人会用这个188这个条款会来进行那个起诉那188条呢我们顺便讲一下缅甸的188条例呢它是说暴骂 this shit 啊暴骂这个词一定要记住 this shit 呢它是说那个就是宵禁啊因为是疫情所以不能够超过12点钟不可以啊那个出去宵禁它是宵禁的这一条例它是你违规了这一条所以呢现在你被起诉啊这个好的那这个是那个一段一段的你可以多听几次下面我们呢把这个单词啊重要的关键词讲出来 Dine 就是省邦燕公 Dine Mandalay Dine 啊 Bago Dine 这样子当然省邦那边我们就说是先比呢个千比呢千比呢这样来讲哦好的然后是谬呢那我们说镇区什么什么谬呢通常都是名字刚刚说的是干嘛又谬呢啊不是干嘛又什么燕公谬呢干嘛又也是一个地区的名字
名字啊。好的，警方我们就说耶德佩，单独一个耶当然是警察啊，耶德佩啊就是警方。然后呢是看啊，看就是大概大约这样的意思，看啊，那样看的堂看啊，你若是用鲁本尼奥系列的堂看系列，大概有那个他跟那个文件啊，我们口语上可能会讲文件会比较多的堂文件老师的大概好。然后是潘西，就是抓捕逮捕的意思，潘西看呀的被抓捕了，被抓到了这样。好，然后是负责人，哎呀是啊，或者是高管啊，我们都可以讲哎呀是啊，哎呀是。再来一个是条例条款，我们就说暴骂啊，暴骂 this is shit 啊，暴骂这个。好的，再来是起诉立案，我们就说 a move point， 也可以说哎也有 a move point like that， 哎也有 like that a move point。好的，最后一个是调查，我们就说送三，好送三，都是可以讲比较重要的词，大家有空可以学一下。